这次会打赢，因为我们就一边擦上去总决赛的舞台，然后也希望擦上去那个人能够完成我们两个一起来的梦想。哦，爆了鼻子，这个鼻子好严重，我的，但是一个穿堂葫芦在后方的 Andrew 是抢着了这个成龙摆尾，直接给灌死了，想杀一下卡萨，闪现反击风暴遇到一个跳斩，平 A 带走，但是。时间点，但大队，我觉得那个直接节点就是当假的，是可以把你二塔踢掉的。还在绕后，怎么要找谁？哎，这边机会去了，这边完全看秒掉了。我来开了扫描，扫掉一个眼，一技能往后拉，哇，一丝线被他们击掉了，在中路里直接倒掉了。关键时候吃掉 JK Love， 吐到了一个秒，而且这位置在哪里？二段再次正气收掉，你打他苍茫大地无踪影。 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，而在今天他们击败了 LPL 的第一种子滔搏，拿下了通往决赛的门票。让我们再次恭喜苏宁，恭喜苏宁。 大家好，那你是因为我是闪电狼的 Jungle 卡萨，好，非常的腼腆的一位选手啊。第二次还有黑盾，看他进场，反杀不到人，就直接被秒杀。那闪电狼这边就是非常可惜哦，无缘进八强哦。这一波团战，卡萨交叉前往旁边拉不过，前面还是倒在三妈的手里，之后闪电狼最后晋级的希望也是无缘来到八强。谁都没有想到，被我们寄予厚望的 RNG， 虽然极度不愿意，但是恭喜本来天。阿哥今天想谁突破？啊？肯定想要我突破呀！突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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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想跟塔塔说，就是今年我先帮你拿一个冠军，然后明年你再来这样子。对，也可以看得出老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深哈。